哇哦，被地狱石挡住，应该没有吧？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挖穿机岩，就是为了要放烽火台啊。除非我被骗了，我被那个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一个红石怎么盖都不会盖的，还在那边嚣张教我怎么玩的那个人，说火焰粒子效果会烧到木头，那个人。知道，哎，你真的，我是觉得啦，你好好认真听台，因为怎么讲，你是在教我玩，还是在教过聊天室的玩啊？我觉得你不用特地讲这些，除非我有问题发问，你再来回答，不然你真的是把人家当小孩子在教，哎。在教聊天室的吗？我觉得聊天室也很多，也很会玩的啊。我只觉得你常常，你现在打字的口气超像在炫耀的，让人看了心情会很影响到。而且我现在，你常常都会在我在盖一个东西的时候去提到另外一件事情，然后明明两个。就不会有相连也没相关，然后就硬要去举一反三提这件事情，常常话题都会突然变到另外的东西，也都是你害的。上面的平台，我之前在新大陆有，我其实有盖、欸，只是那时候没有菜渣，没有去参观而已，因为那时候时间也不够，就没有去参观了。不过那时候是很失败啊，因为我盖太低了，效率没有很好。年纪小别在意，可是他的年纪不小、欸，他说他自己年纪不小、欸，可是总觉得打字就很像国中生在。讲话的方法，教主知道，其实地岩跟沙这个在，我知道啊，要去那个啊，中介龙那边啊，用那个啊活塞那边推啊。可是重点是，他推出来的沙子会在世界重生点。200-200的地方，我在-900-900的地方欸，所以如果我要用那个方法的话，我要回到世界重生点欸，算可以用地狱门啊。你是在教我这个吗？就说很多，其实我知道，只是有没有要做出来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还是你是教我另外一件事情啊？哈，请说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哎，我的玻璃。就会掉到中
界的黑曜石上面，不是在世界中的啊？你可以在中介层祭坛做。中介祭坛？哦，你哦哦哦哦哦哦，啊，还是要找中介层啊？可是要盖那个很烦呢、欸，我又不在，我又不缺沙子啊，我怎么会缺沙子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讲什么了。哎呦，现在好烦了。哎、欸，他没长大，糟糕。没有，不过砾石可以用啊，因为砾石，除非啦，我要去攻略海底遗迹，可是海底遗迹我也没有想做的冲动哎、欸。我们当时三个人在填海就填了几天啊，五天。啊，今天如果一个人填海怎么办？天哪、啊，好懒哦、喔。有一次我们找一个中介城后大概半小时都没找到中介祭坛，找到崩溃，我们开创造模式还没找到。哎、欸、我拜托你，如果你话只听一半的话，不要在聊天室突然问说什么东西，你就打个什么我刚回来什么的，不然我们话题结束又要接你另外一个话题，好累哦。天哪、啊！你既然没记坐标就到处跑跑了。嗯。基础要素。对啊，不然突然话题都已经从一讲到十了，那你才从九开始听，然后你又绕回了一二三的话题。休息一下，让我们休息一下。手又痒了，想要再来弹一下。怎么弹？
水色旋律。怎么弹？快讲、喔。感觉要高音比较好听哎，两位要从3、3、4、5，3、4。怎么鬼啊？怎么这边怪怪的啊？我感觉又卡留言了，但是刷你有打字吗？我只看到你打说双音乐没了、啊。会和点点玩手游吗？他现在就在玩那个啊，玩啥？恋语啊！我现在手游比较没在玩了，没有空干啊。虽然有些有自动战斗还是什么鬼东西的，可是就是会忘记去什么零每日啊，什么东西的啊。玩食物语哦，啊，开放点歌吗？点个头啦，点歌。你要找乐谱给我、啊，而且还有一二三的那种，我不会看那个高音谱记号的没的哦，我不会看谱，我只会看一二三而已。十契约不会不会跟十字契约一样啊？你们一开始封个一个月，一个月之后就没玩了啊？因为当时十字契约兔窝有在玩啊，阿米狗他们有在玩啊，结果就一个月之后就没几个在玩了啊。搞不好点点有玩呢、欸，因为他不是有声优吗？啊，声优讲话也很好听啊。可以啊，磕个头啊，可以。哦，超凶。Thank you.
我知道啊，昨天也有什么挖锅在聊佛跳墙什么的啊，我就看不懂，就。5 4 3 5，3 5。哎呀，指甲太粗了啦！哪里？纯白的雨衣，晴朗。他停歇在这里。哇，等下眼睛好痒。对啊，我不会看乐谱啊。然后嘞。
6423。哇，弹完了耶，傻眼。简谱哦，简谱就很难了呢。以前本来有参加什么管乐社的，然后他第一个考试就是要会看简谱，不能看一二三四五。然后就很白痴说我看得懂。啊，然后因为国小那时候是礼拜。那时候我小三，然后每个礼拜三是半天，然后管乐社就是礼拜三的下午2点开始练习，然后就是因为感觉就是你明明放假了，已经下课了，你还要去留在学校就不想去了。Listen to my heart， 白哭哦。Listen to my heart， 因为希望的钟声也是里面我蛮爱听的。简谱跟一二三一样，我不知道哎。是拇指琴，它让我转不过来，是因为它下面135是右边，246是左边，然后再下一个音阶是135是左边，246是右边，所以敲不过来。哦，简谱就123哦啊。
好啦，休息完了，开工。我还没吃完饭呢、欸，不要干。OK， 选项音乐。啊慢慢慢慢，然后今晚的巧克团说是要先看，看人数，看多少人就玩什么游戏啊！哎、啊，既然你那么厉害，请问地狱门的声音是哪一个？不然声音好大哦。而且后来那个租人平台啊，当你有凋零花之后就很好用了、欸。租人一生出来马上被凋零花弄死，然后你地上只要再放那个漏斗矿车在那边吸就好了。哇！吃水饺。欸，如果晚上七点我真的爬不起来的话，拜托不要报警，我只是太累睡着了而已。不要报警哦，我只是睡着了，阿嬷只是睡着了，还是有感觉而已，只是太累了。凋零花你要让那个凋零击杀生物才行，所以你可以，如果你的世界有防爆的话，就很好办了。你就把凋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然后旁边盖个生怪塔，然后让怪掉下来给凋零炸就好了。或者是用小鸡农场投出鸡蛋之后给凋零怪杀，这样子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另外的方法就是。还有什么办法？盖在那个中介，很多人都是盖在中介，然后做那个安德塔，然后把安德摔到剩一滴血之后，给凋零怪杀有没有？因为那个啊，中介城的传送门入口是鸡眼嘛，那个叫什么？凋零又不大不穿鸡眼啊，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。哦，没想到我真的会来又来盖这个哎、欸！每次只要盖一个生存，那个玩一个生存，想到那些东西要重盖，我就觉得心好累，好累哦。Listen to my heart， 唱这一首歌。嗯，听歌，听歌。如果这时候那个装那个软件，然后我一个人铺平那个地狱的时候，哦，用说辞会很好看。
因为其实以前他们有在补的时候在旁边在看，然后那时候有录音，然后那时候还不会后置，可是就是稍微会用加速，就觉得哇好好看哦。就像那个你画画不好看没关系，画的慢啊那些没关系，你缩时起来就觉得哇自己好强哦。每次只要缩时自己画图影片就哇我自己怎么强。玩家算生物吗？不是算吗？怪我们那个这个不是生在那个岩浆上，其实我应该也不应该把这堵起来的啦，因为那岩浆流过的地方不会生怪吧，我记得不会啦，如果又改的话就真的没办法了啦。萧院还有那个绿茶牛奶，你们都是我 FB 之后才入兔窝群的吗？那如果哪天没有在 FB 播的话，要记得来 YT 哦，YT 跟 Twitch 哦，我们还至少还见得到面哦。我现在聊太后面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
欸，地狱这个颜色真的是很伤眼睛的地方，看久了眼睛好疲乏哦。之前就在我的台了吗？真的吗？怎么没看过你？你退局叫什么名字？靠U啊，挖太深，只能这样补了。好，看不见最美。我也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哇！点点也开学了啊，然后他应该也比较忙。我是希望他学业可以干嘛？叫嘞！哇，用掠夺打回去的眼泪也有加倍哦！哇吼！哇吼吼！哇吼吼吼！屌了一批！哦，本来那个啊，轻松生存，我要放一个很短很短的小短剧，是我们的秀秀讲了一句很恐怖的话。他讲，他好像对着冰咒龙讲，他好漂亮哦，好像把他带回。